在如今的中华路上，曾经矗立过台北最大的一座三层楼联动式商场，它是许多台北人的共同记忆。吴明义的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的场景即设置在此。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是一本关于成长以及魔幻童年的书。你动手的话，鸟就回不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我鼓起勇气插嘴，魔术师用他的右眼瞪着我，因为那是在魔术时间里头啊。魔术开始进行的时候，这个笼子附近的时间会变得跟我们站在这个天桥上的时间不同。一旦有人用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打扰了这个时间，鸟就回不来了。魔术师说，留在那个时间里回不来了。